影合照哦，可能呢排影得太多啦。关事咩？系啊。唔系做咩访问都唔可以一齐做喎，仲要。咦，我唔知喎，要问一问公司喎。系啊，可能惊我讲错嘢啩。你有啲咩要讲错啊？我成日都讲错嘢噶啦。系咪呢排继续车啊？定欣啊？系啊，啱啱今日先拍完车戏。今日拍完。是啊，在戏里面又拍完车戏，哇，揸了两三个钟，是啊。感情有升温到？感情都是这样咯，都是同事啊 ，partner 好拍档咯，系啊，系啊。有冇机会发展啊？有冇机会发展？做咩咁啊？你又点？做咩咁？其实呢啲问题我真的很难答的，我即系当然就是我觉得定欣系好好啦，系咪？但系我觉得我自己有问题啫。咩事啊？就是咁样咯。边方便啊？即系我觉得系可能我自己有啲问题，意思系即系我咁多年，其实即系你哋都知道嗰啲绯闻嗰啲全部都系假噶啦，系咪？咁啊，所以我觉得我自己有问题啫。吓咩问题先？咁可能，咁可能啲绯闻系假，所以系有问题。唔系，咁可能我系有啲怪癖咯，吓。怪癖系咩？即系集中精神做嘢就做嘢好啲咯，吓。咁啊，唔代表定欣唔好，定欣真係好好嘅，又中意運動啦，各方面都很好嘅。大家都讚你好 gentleman 啊，都。公司個個都 gentleman 噶啦，公司個個都順盤，我都係跟啲阿哥阿姐學嘢啫。阿袁偉豪話叫你哋不妨試下。唔係話。真係噶。佢嗰時係車阿定欣，我佢不妨試下叫。佢唔敢車定欣啊！而家。唔係話真係㗎。係啊。嗱，所以有時就。不過我也有一些經驗的，就是盡可能就不要影響到我跟他之間，就是在拍攝的時候大家的感情啦。因為有時真的說得多會避忌，因為我自己近這兩三個星期都很多朋友不斷問我這個問題，是不是真的？是不是真的？恭喜我，不是真的恭喜我，跳過了那個step了，是啦，已經跳過了。那其實真的很厲害喎，你們很厲害喎，真的。